各位同心，这一节课由我们张文彦议长带来演讲，请各位掌声欢迎。足感谢今日大家参加。当然，那会讲，今日那会剩安尼尔，因为有个人的咱的同学啊，过去。应该爱来啦，但是伊过去五楼咧上课啦，吼、哦、啊，这咱我也了解吼、哦，一部分的人伊过去安尼，加圣公，伊应该来吃啊，不要紧，因为咱这个课程啊，拢。照时间的开啦，吼、哦！啊，拢我闭幕词嘛，拢我来上啦，啊，所以啊，无啥要紧吼、哦。啊，咱感谢大家啦，啊，今仔日啊，伫遮，啊，那第一摆听我讲课，也一个手地，好不好？哦，感谢吼、哦，我有第一摆嘛吼、哦，啊，实在初级班应该都。有听过啊？恁话算讲插班啦，吼、哦，跳级就对啦。好啊，祝贺大家拢有这个缘分，伫遮见面。啊，我首先甲大家介绍，我有这个那我伫研究所咧上课的时啊，我有要求我的学生啊。带笔电来上课，啊，所以后摆那初级班你过来上课，我那欢迎你带笔电，就是现在啦，手机啊，都代表笔电啊啦。较早手机的功能无遐好，拢爱带笔记电脑来上课，因为我讲到遐。啊！叫大家上网去看，我就是要证实我所讲的话100%正确的。所以咱确定啊，咱讲到遐啊，大家会使上网去了解这里。首先，我先了解我啦，大家有带。手机来的，拢查我的身份，查看卖的。咱的课表内底有我的名嘛？哦，啊，你都加两字就好。张文彦教授，你先查看卖的。安尼，你都会了解。我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啦。好、哦，我足清楚，因为那要安尼甲你啊，甲大家介绍。我要要求讲大家较认真用现在的那间讲电脑化的时代啦，什么代志，咱会使去查，啊，会足清楚。当然。咱流氓政府有一些负面来给咱抹黑，当然我们必须要找到根源，它是哪里出来的？安尼就足清楚啊！啊，别使讲，这伊拢足够抹黑的。咱讲一个例就好，足简单的例，迄、那个。顶回流氓政府咧选总统的时啊，迄、那个抹黑蔡英文是虾米代志？大家唔知知不？大家知知者举手者，好不好？抹黑蔡英文的，伊就是讲你蔡英文你咧做。行政院的副院长的时啊，为着家己的利益，
讲迄个生化科技的问题，你家己有投资啊？迄阵啊，伫马英九咧做部长的刘益如啊，佫出来证明，讲啊都偷改哦，这迄、那个公，迄、那个等于是国家的迄、那个记录的啊文件里面啊，佮偷改日期啦。实际上，马英那个啊，咱小英都下无咧做啊副院长啊，啊佮下迄、那个伊咧做副院长的时阵，佮日期偷改。啊，抹黑！啊，这就是啥？要让大家爱了解吼，所以讲爱尽量去用迄个资讯。吼，啊，大家咱要来参加做这个代志啊，大家若爱也爱用这个电脑，还是用这个手机啊？当然，咱讲 LKK 啦，啊 ，LKK 袂晓要安怎？啊，是啊，足简单，叫。你的囝，啊是你的孙啊，甲你教就好啊，啊甲你教几摆啊，啊你练习一下，啊一定足简单的代志。所以讲，大家爱利用现在的电脑普及啊，迄个来寻找这些资讯甲这个资料，吼、哦，爱大家爱有这个习惯啦，吼、哦。啊，咱大家若要阁了解我，我足简单，阁查一个啊，111四个一的人力银行，找名人小传啊，小传张文燕，安尼就好，安尼我会看到我，遐我写较清楚，吼、哦，遐写个。啊，较清楚就是讲，我为学校毕业了后，所有甲我斗三工的人，有甲帮忙的人，我拢有伫迄个我的小传内底，咧甲感谢。好、哦，啊，这就是因为咱讲咱一个。台湾人啊，迄个时阵，你要做个国立学校的主管，啊，个三朝元老啊，什么叫做三朝元老？这里大家应该清楚嘛。换三个学校长，我也是要做一级主管，欸咱都没关系哦，因为咱迄阵，咱叫咱老母叫卡匠，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啊，阮老母咧甲我话讲，好妙好妙。诶，啊我，甲因流亡政府来，甲无啥物关系，拢无关系啦。啊，讲最近秘书长咧讲。现在在打一部在做广告说老爸老母是日本人是不是我常常在这里在说他们这里听到说哎呦这没跟做一个宣传不可以啊就熟悉啦我叫我老爸叫奥多桑啊叫我老母叫卡匠啊啊我在闭幕式啊常常在说这个的啊，讲念的讲我是中国人，敢有可能？伊即马讲拍迄个广告，讲安怎讲？拍迄个广告讲，咱以前拢是日本人，啊，即马拢变到啥？中国人，敢安呢？秘书长在咧讲，嗯，啊，
那阮老爸甲阮老母拢是狗，啊，生出来囝，敢会变猫？无可能嘛，那是狗嘛。啊，伊即摆咧甲你做一个，即摆现在电视咧大部分咧做这个广告，要来散播这个观念，予咱本土台湾人诶讲。啊，咱即摆是中国人，完全是在抹黑。这个什么？课纲微调，赶快啦！要甲你抹黑啦，予你的思想拢哦，咱的祖先伫中国来，那有可能？因为这个代志，我最好的朋友杨教授。伊甲我讲，张教授啊，你背叛祖先。哎，我听到我讲，好好了，我那背叛祖先，我就去问祖先较早，拢带咧嘛。到尾啊，最近啊，几年来啊，甲拢各公所啦，拢甲这个梦。并改做塔，啊，拢把迄个安葬啊、土葬啊，拢捡捡起来，创骨，啊，一个啊，摕伫迄个骨塔内底。我去看阮祖先的黄金鞍啊内底啊，敢若有两副啊，写啥？写唐三祖啦。能乎鸟没有找到唐三妈啦，安尼大家唔在知无？啊，这就是事实啦。我的代志啊，我去找阮祖先的迄个黄金鞍啊，能乎写唐三祖，找不到唐三妈，安尼咱是虾米人？啊，个蘑菇坐大位啦！我坐几啊？该大位啊！这个、风俗，咱大家想看卖咧，这是什么风俗？平埔族的风俗，平埔族的风俗，蘑菇坐大位，恁去问看卖。啊，个马街医院。马街医院啊，连玛丽的迄个血啊 DNA 诶做实验了后，才发现讲本土台�湾人他的80%-90%啊，拢甲平埔族有血缘的关系啦啊。从这个中国敢有咧买蘑菇坐大位？你去问遐个中国人看有咧蘑菇坐大位啊？无嘛。所以这我爱事先甲大家讲吼，爱我爱予大家去了解，绝对本土台湾人并不是中国人的后裔啦。咱一定不是啦，咱是等于本身就是本土台湾人的后裔啦，就是原住民原来住在台湾平埔族的后裔啦。啊，平埔族已经无去啊嘛，大家拢几乎是平埔族嘛，好、哦、类似安尼，我爱好大家清楚啦。啊，咱。读，初级班读过啊！啊，有诶，那初级班也未读过，先跳班来，你就会了解起码，你有两工搬来所有诶讲师甲你讲诶，恁听来，甲咱伫流氓政府诶教育制度下。从来唔捌听过，也无甲人
讲过，无甲咱教，啊，无甲你讲的拢无同款，是毋是安尼？啊，大家应该会了解讲，咱来遮上课，会了解外口拢毋知影的代志，拢是假拜，感觉讲哎，安尼敢有影？啊，实在就是安尼啊，吼、哦！啊，咱即马我准备这个 PowerPoint， 哦，啊，若初级班有讲到，我会讲较紧，吼、哦，讲较紧，啊，大家学习这个，哦，咱即马就是首先啊，爱甲大家介绍，那高级班。啊，咱结业以后，咱拢有一张啊结业的迄个证书啦。这个证书就代表啥？你已经初级的阶段已经完成，有资格参加咱啊台湾民政府各种的活动，但是要参加啦。大家一定要去准备到这套咱的服装啦。啊，咱的服装啊，当然黑色的西装，吼、哦，拢黑色的，正黑色的哦。吼、哦，你唔好去买到啊，空的，无到较浅黑的吼、哦，咱正黑的啦。吼、哦，啊，这个西装啊，啊，讲去。大卖场，吼、哦，那个讲大卖场弄那边啊，一束哦，他两三千块都有啊啦，吼、哦，啊去买一束啊，啊外些就是白的，吼、哦，啊个穿这顶帽啊啦，吼、哦，这顶帽啊就是咱在参加团体活动，吼、哦，的时阵啊，拢有这个装置啦，拢爱。咱的制服是安尼吼，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制服，爱徽章，啊，这个爱徽章，啊，这个帽啊，啊帽啊，你要绣名就绣，你都一招什么名就好啊。好啊，这是我这顶是足原始的啦吼，啊，所以拢有绣。咱的名啊，加迄个职称呐，啊，迄阵啊，这是秘书长提授的，哦啊，所以才拢有职称的咧。我啊，我啊，和大家了解者，大家去传这啦。那事先高级班爱甲大家讲，因为高级班要参加活动的机会足济咧，咱若要去参加分传单，你若是穿。普通衫出去，人大家的观念讲，啊，你唔着甲虾米党共款，啊，咱是唔是党？咱是民政府，绝对唔是党，甲党系无关系。吼、哦，啊，有诶拢误导，所以讲必须爱去穿。啊，那年底十二月二十。甲二五，十二月二十甲二五，咱拢会去靖国神社参拜。当年啊啦，当年啊，咱已经去啊四年啊，每年拢一定会去。啊，咱去拢是百几个呢，唔是几个啊尔呢，拢百几个，拢穿这个服装，啊，佮甲内裤带，啊，迄阵啊内裤带吼。要准备银色的啦，哦、有银色，但是黑龙以前前几届拢是咱日本索尼这个主席送的啦，啊，现在咱中央换的换啦，吼、哦，这个银色的领带咱去怎来统一，吼、哦，要去拜的时，大家穿这个服装拢同款的领带，啊，那个女童星呐、啊。啊，
无领带啦，吼、哦，女童星干呐被外泄出，吼、哦、吼、哦、白诶、白的啊衬衫啦、啊、吼，啊加咱迄个有做这个黑西装，吼安尼，啊个别去拜天皇，哦，因为咱知啊，咱本身台湾是日本天皇拥有的土地，这块土地伊个呢，别人绝对无法度好用战争也无法度好甲你取得啦，这100%。好、哦，因为依照国际化、战争化，哦，啊个这里啊，咱说旧金山和平条约都不能。啊，用什么方式去取得？这个还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啊，这就是大家我会足清楚，咱会去讲到，吼、哦、啊好，咱安尼开场白先讲到这，咱照准备的做啊 PowerPoint 要来啊介绍吼、哦，咱今晚要来介绍咱。来，咱要来介绍咱的这第一张，就是讲，因为无大家来参加啦，干那阮这老的吼，无可能啦，拢是爱搁较少年的，哦啊，我这回咱发现就有啊，真侪少年的来吼，啊感谢啦吼，啊这大家爱。我等于去加油这里。最后一堂课，闭幕式，一定要了解，咱要做啥，主张甲立场。人唔在家里问讲，啊你呢？以后恁要安怎做？要创啥物？这拢爱知啦。啊，但是这咱开幕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唱临时国歌了后，拢有一个司仪，也是班长，拢有这个宣读嘛？有啊无？有嘛吼？啊，恁大家知无？应该清楚嘛？咱的主张是啥？咱的主张就是国体法，吼、哦，啊加啊。咱的主张啊，就是依照国际法啦，吼，和咱这个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有台湾的所有权，啊，美国总统啊，有这个占有权啊，哦，来有，啊，个美国总统有责任啊，依照这个啊，万国公法和台湾和正常化。啊，这就是今年啊，是关键年啊。今年，因为咱国去啊靠美国，啊，美国因为三权分立，啊那个迄个法院个一个判决，伊无安尼做袂使哩，所以今年是一个关键年。啊，咱嘛会提一挂资料补充，为什么今年是关键年？啊，咱个主。咱的主张啊是啥物？遵守国际法，包括啊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这咱大家拢爱知影，咱若要甲人讲吼，有个人讲啊用波斯丹啊宣言啊，迄无遵守啊，伊迄宣言都毋是法律，吼、哦、啊伊那是凊彩讲讲的尔，吼、哦、类似安尼。足济日本人也无清楚，真正日本人因战争失败了后，根本拢无清楚啦。因干那讲啊，都日本天皇投降啊，伊啊个无了解讲这个战争法啦，吼、哦、啊，实际上咱台湾本土台湾人。诶，
法学院拢无要甲你开什么课，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开啦。你要读旧金山和平条约，伫台湾你都读袂到啦，啊，都无爱互你知啊。咱讲啥？讲做课纲微调啦，伊都无爱甲你教嘛，啊，甲你讲的拢唔对嘛。啊，所以大家若唔知，一寡讲较老的学者，讲嗯啊都无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唔知影战争法，啊大家已经足清楚，咱来问一下吼，大家答啊来画一下，咱的战争法有两个特色，第一。见面不得安怎？哈？就是占领不得转移主权啦。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虽然美国提出占领啊，这个是他的战利品。但是他的主权那是日本天皇的啦，咱来上战争法就第一提出。佮第二个提出是啥物？讲流亡不能怎么样，就地合法，啊，这就是流亡政府嘛。佮即马流亡政府讲，因的首都伫台。伊若讲南京啊，有无？迄报纸也安尼讲啊，讲首都在哪里？首都在南京啦、啊。啊，恁就较早登登去。你要想在这边就地合法吗？因的想法是安尼啊。李登辉总统当时说，我要把它废省。不要有台湾神，他也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就地合法。美国的公讲，美萨里啊，台湾神要有地雷呢，台湾神要有神主席呢，啊，要有啊，咨议议员呢，咨议会的咨议员呢，拢在给咱领薪水呢，咱也亚洲的了，好不好？我只一个尔啦，大家都唔知啦，啊，所以伊都，你望政府都唔爱，互你知啊。因为现在的省长对啊，省政府的主席，什么人你知知无？新德市的做两任的市长啦，林正泽啦。最近甲报上出来呢，不讲啊，政务委员啦、啊，啊，实际上他是政务委员兼，啊，伊即马不爱讲啊，不爱讲，伊是省长啊，省主席啊，因为足济咱咧上课，因拢咧听啦，啊，咱伫遐咧讲，伊就甲这个不爱发表，讲啊，即马那讲到林正泽就讲。啊，政务委员，不爱讲省长啊，啊，因为林正泽跟我同事过，他是以前一个私立学校的董事，啊，那下拍文，我那一个学校的啊，私立大学的同啊董事，他也董事，我也董事，曾经几年一起开会过。所以我也很清楚，好啊，安尼甲大家讲，啊，予大家去思考这个代志。李登辉要会神，啊，美国啊讲袂杀你，伊都立了依照战争法的违背嘛，不可以啊，流亡政府就不能。啊，就地合法啊，不能就地合法，
因即摆安怎咧？科比咧选，那郝柏村安怎讲？黄民啊，尾啊，迄句伊讲袂出来，我补充啦，好不好？黄民，因为你是黄民，不能来跟我们选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啦。安尼大家唔知怎样不？因咧选流亡政府的市长呢？你是黄民，你要来安怎干算？应该你袂使来干算啊！这都爱互阮流亡政府的人来做，唔才对。你来咧参选，郝柏村安话，连战啊安尼话，连战话讲，阿扁你窃取中华民国，伊讲中华民国叫偷摕去啊，伊乃是皇民啊，你袂使来甲我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啊。流亡的总统怎么会？因为流亡的总统应当是流亡这一批人去选的啦。安尼大家咱想看卖，安内叫咱拢去算。曾经波多那个里海三条国来的啊，人因啊，足团结的。苏联啊，咧办选去，因爱去参加啦。到尾啊，投票率他20-30%尔，无准算。投票率20-30%无准算，怎啊安怎？世界不承认啊，不承认的是啊，就产生了什么？应该的办。投票90%+都去投票，世界他们选出来的总统，世界都承认，这就是第波罗的海三小国来的曾经发生的案例了。实际上，咱来歪去投票，这个流亡政府。咱都不是流亡政府的人，咱去投什么票？这就是咱所讲的，咱的立场不用武力，不跟流亡政府所推动的事物配合，这是咱的立场嘛？美国我敢交代，无缝接轨。无缝接轨，就是那个必须无缝接轨。伊讲，有时候我们会问到说，军队要怎么处理？讲美国他们会自己处理。大家想看卖，有可能无？有嘛？确定啊，咱只提泡泡证明给恁看。几乎现在就慢慢的接轨啊，美国跟秘书长讲啊，军队我们来处理，警察由你们处理，警察让没人处理，不再让去黑熊部队，黑熊这两个字是美国他们也用过，但是台湾黑熊很有名，跟现在世界各地的黑熊不一样。我们黑熊，台湾的黑熊身体上有一个字是什么 ？V 嘛，就在这个地方等于胜利了。我们就美国告诉我们，好了，用黑熊，黑熊就是警察。要我们来处理，这就是应该公司秘密了，但是也慢慢成为公开的秘密一样。你大家就清楚嘛，我今麦要讲，咱的宗旨伫带，
咱的宗旨。咱来这上课的每一个学员，以后要替咱人民做代志，唯一的拢是为百姓设想。你若无这个观念啊，你请恁唔好来做这项代志，因为咱的各种的迄个法律的规范内底啊，因为咱有众议院，有参议院，咱审查过的所谓法案啊，公务人员没有那个任期的啦。有的讲，都爱有任期，迄阵啊。众议院甲参议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啊，好，大家发言足济咧，观念讲啊，你无任期好做的，咩来杀你？咱起码就是考量什么问题？大家讲足爱台湾啊，足愿意来啊，但是如果有任期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思考看卖。你拿一个迄、那个公务人员拢有任期，我任期还没到，我去占到这位好康诶，我任期还没到，你要跟我换下来，大家都气火啊！那里是不是安呢？我们没有任期了，你咧做诶代志。有咧为百姓设想无？那有你阁做落去，啊那无，拜托，我难做，因为你都无这个精神，无达到咱的宗旨，啊无咱也知大家拼到要死啊，恁要好运呢。恁是坐买房车的呢？阮为以前讲一个较无输赢，日本要来，我带一个，讲出来，迄个就是，伊我去日本留学的，我讲来，咱来拼变数，啊是安尼啊，啊迄、那个即马已经安怎？走去咱那边啊，那个中国，迄个做美国台湾政府去啊啦，伊思想上甲咱无讲足合啊，实际上台南州我常常带伊出去，咱来公园分传单，迄阵啊拢也无州办公室啦，咱来火车头分传单，咱来平安市。分传单，拢安尼呢？迄阵啊是安尼拼，啊来庙事啦，吼讲安尼车事啊来庙事啦，车事车我来庙事搬啦。迄阵啊讲安尼呢，啊有啦，迄阵啊我去买庙事去搬啦，迄阵啊较济人啊，七八个啦，一个要带队个。无穿服装啊！我甲讲啊，你今仔日休困，看本就好，卖提传单落去本。啊，你服装都无啊，迄、那个啦，即嘛，我去因迄个做啥？啊，讲美国、台湾政府一边啊。啊，伊原则大队啊，我啊，咱一日去看到讲啊，你都无服装，啊，你大队。嘿，大家拢啊，当然分刷。我讲啊，无大家来食饭啊，我拍摄了。我迄阵啊，我都那讲底下拢咧斗三工的，咱话做义工啊，和大家食一个粗饱嘞。拢啊是安尼咧变啊。啊，所以讲恁足好运啊，足好运。
买房车可能拼的时间较袂遐阮遐久。啊，我感谢大家，因为无你咱袂成功啦。因为大家拢爱咱这来参与，吼、哦、啊，咱一定会成功。啊，感谢大家，家己自己鼓掌一下啊，家己鼓掌家己啦，谢谢啦。啊，来，咱足清楚吼、哦。啊，我因为我来要甲考批，我甲扣来伫遮，互大家知。考批的思想比咱较慢啦。啊，这是啥？我一个学生啊，讲老师，你要爱考批的做啥？好人呢？一问人啊，还是咩啊？无啊？我讲好啊，你来甲我传一下，我者。哦啊啊，这啦，啊，真正是改变成真啦、啊，吼、哦、啊，真正伊的理念就是安尼。哦，真正比人比较慢。咱的理念是啥？为百姓设想，对唔对？啊，伊讲啥？一个城市啦，啊，那甲一个家庭同款。哦，啊，所以讲莫怪。但是，足济。人咧甲夹钱嘛，那足济人咧甲做法，真正足简单。伊要伊要去爬迄个啊，做111楼这个诶楼啊，伊逐工咧嘛咧练啊。讲迄天要去参加的时候，身体歹去了，啊，怎走去台大急诊？啊，急诊了才去参加呢。伊这就是讲，要让你闹开，一寡甲你做法，让你身体歹，让你莫参加，让你闹开，还是让你爬到你都有这个啊，人拢有这个怎意志力？要让伊一定要完成，让你爬到身体歹去，爬到一半，还是你怎发生问题，让你拗住，拢咧互人误啦。暗度，让你足侪人咧甲斗三工，真正拢有这个问题出现啦。啊，咱话足甘心，伊话足打拼，从来我以前也是流氓政府的。算是国立学校的一个啊干部主管啊，工友8点以前一定要到，啊，职员差不多8点15分一定要到，主管说不定啊，因为不要签到啊，啊，不要签到。差不多8点半来就很不错了，有时候都会8点40分、50分。啊，校长什么时候到？差不多9点钟到。啊，都越高官越啊呐，越晚到了。啊，这都李克湾政府在告诉我们呢。啊，科批啊呐，7点半开。处里面的会议啊，你要当处长，你钱比较多，责任比较多，你要较打拼。7点，他7点出门，7点半要开会。啊，个可比个副家十点暗时十点才入门呢。啊，你看一个公务人员。伊讲伊安尼，即比台大咧当主任要较轻松，因为讲伊个台大伊也是我是急救的单位嘛，有时候啊可能是
晚上两三点要起来，或是又可能会整个晚上都可能不能睡，也可能啊，哦，类似安尼就对了吼。啊，咱也了解吼，柯文哲吼，这个就是天佑台湾啦。你若无柯文哲吼，咱台湾人民不会觉醒的。五一出来了后，慢慢的各县市的官员都朝着柯文哲的方向在做了，这个不是天佑台湾吗？啊，因为他的理念还比我们晚几年，因为我们还比他早啊，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各位，未来的台湾就是也是天佑台湾，绝对会实现的。好，哦，啊，后来咱要来介绍这个吼，哦，这个以他在整个台湾的重要的情况都有出来发言。四月七号，三月份咱台湾发生什么代志？三月份的时候，顶年三月发生什么代志？太阳花事件，五十万人站出来，世界各国本土的社团、甲留学生拢站出来。啊，我 CNN 甲你报道整个世界上的报道。美国也才检票，伊迄阵啊，美国那检票，足简单。即个学生囡仔，因认为讲咱本土台湾人，咱家己来自觉就好啊。来自觉呢？自什么自觉？来自己投票，自己决定台湾的未来嘛。哎，阿扁都安尼讲啊，阿扁伊讲。我来参加联合国，申请去联合国甲推荐，拢连开也无甲开条推荐。啊，伊也起毛招牌咧。啊，边个讲好啊？联合国唔插我，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是公投嘛，民主自觉嘛，我来办公投。美国讲啊，你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 你是麻烦制造者。哎，伊要以前算到足宏观去美国，到尾还要去，讲要去普世价值要公投。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来跟你限定，你要进来美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啊，你看差哈济啊！吼，啊，这就是啥？伊若惊到呢？伊咧管亚太的呢，哦，助理国务卿管亚太的，赶紧放一个信息出来，要给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要知道，台湾这一块土地啊，所有权人，伊袂甲你讲足明咧，伊敢甲你讲啥？这句啥物？哦，讲autonomy啦，你们只有这个自治啦，这个自治上，上面有人的自治啦。啊，一个台大经济学教授啊，都有机会甲伊做会，伊甲我问啦，讲啊，张教授啊，恁耍累，要行到倒位去？我甲讲，咱是依照拢对美国甲咱支持安那。行安怎做？啊，咱美国甲咱讲台啊支持台湾自治，啊，就是安怎自治？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王的，我们是啊，他有这个所有权人，
我甲台大经济啊系的教授讲说，像加拿大、跟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一样，他们就是尊敬英国的英皇啊啊，等于是英国的邦联，英国的联邦，他的邦联。加拿大在世界也是一个什么国家嘛，但是他们是尊重英皇。那我们以后呢，就是我们是日本的邦联，我们跟现在的日本安倍晋三是一样的，他们是啊日本的啊政府啊，我们是台湾的政府啊，都是怎么样啊，台湾民政府都是啊日本天皇的邦联，安尼尔，安尼也足清楚，安尼这叫做什么？上面有人的自治啦，啊，所以咱只了解了后啊，当年天皇的生日，咱拢压这个旗啊。咱拢拿这个旗啊，入祭天皇，去见天皇。哎、欸，要入遐，以前去咱第一年去的时啊，他有两个管制哨，咱去压安尼入去啦，咱压安尼入去啊。第一关讲袂使哩，袂使哩。我们家从来只有这支会在里面而已，只有这支进去而已，哪有这支这都不能收收起收收起来、啊、我们那时候才跟他说、啊、不然你去问皇宫里面看可以拿进去不能拿进去，问了后说、啊、那个你们可以进去，大家精神大作，日本天皇就很清楚，你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要来看皇帝。啊，欢迎你吧，欢迎你吧。啊，四年拢安尼入去的，四年了，这是代表什么？令大家去想嘛。啊、两个检查哨呢，不是那么简单呢，我去看到什么，看到我可能台湾去的啦、啊、可能民进党的啦，他知道说我们拿这两支会进去、哦、他自己唱一个 民进党的旗、哦、那个刚是第二年的事啦，他唱一支啊，可能两个人尔，啊，伊入去伫个会场内底，啊，大家拢看袂到啊，伊就甲民进党迄个机啊拿出来，啊，叫一个去甲翕相，啊，迄甲人差侪咧啊，啊，人安尼拢拿安尼，哎，百几个拢拿安尼入去呢，啊，甲民进党迄个跟两个啊，一个甲翕，啊，一个拿一个，啊，差，摕伫只啊，怎摕出安尼拿去安尼，因安尼咧翕一个。我心肝来讲，他啊，民进党的都唔是，因的方式是，伊是咧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啊，佮他无伫台啊，啊伊也要表示一个款啊，那袂因着正正当当，我从安尼佮掠入去，因阿唔佮掠入去，安尼。这就是要甲证明予大家知影，大家来遮是100%正确的，唔是。伫咱遮来讲，是在美国
拢唔正式甲你发表，咱大家就困扰，因为模糊啦，因为模糊，安尼依照利益啦，啊，都回去拢加倍，红武器拢加倍，啊，合适啊来加倍，啊，拢安尼啊，啊，袂甲你讲好清楚啊，啊，事实上。咱家己家拢想无，为什么这里会画出这来？啊，这讲罕见呢，从来唔捌画出来呢。啊，因为这个时空背景，无经讲吼，在少年啊，太阳花气派吼，这阵只阿伯都未熟，未收山，啊，紧家己讲好清楚，这就是安尼。啊。这是辅大辅仁大学的这里有做外聘教授了、哦、等于外聘的这里教授啊，中文还看有呢，不简单。太阳花去占立法院的时候、啊到尾还去占行政院，他对这些人啊锁入去了，去行政院啦、啊，入去行政院遐讲，带甲开一个甲看讲，哇，这些高官啊，拢咧作假啦！我因为无简单，中文阁看有啊，这张哦，怎啊甲数字甲翕一个，啊，因为保护哦，这些名甲擦擦起来，啊，伊拖提起来讲，哇，这都是啥？灌输咱这些高级公务人员拢爱去看这个啊，行政院的一点通啦、啊，拢爱按赞啦、啊。啊，若无按赞，爱按几届啊？爱五十摆呢？啊，若无啊，没有执行不力。打叉，啊！伊遮拢有啦，打勾啦。我、哦、啊，这个小车都没有按到，啊，这个小车没有按到。啊，你看，你看咱咧饲公务人员交税咧交予公务人员咧创啥物？食饱都咧按赞尔嘛。啊，看，这是内部的，吼、哦！啊，迄阵啊，行政院。脸上无光，我看这个我是驱除出境也不一定。我你是要叫你来教书，啊，你来参加政治活动，啊，佮所里面佮去印一张敢流出去，安尼以后凡是你要佮延续延聘的话，就无要延聘啦。啊，当然，咱无去追踪啦，啊，无就去上网查看嘛。这个教授，唔知有个老了也无。啊，我看那照因的制度啊，一定把你赶出来啊。到时间搞到卖四千啊。教育部压迫辅仁大学，你这个再聘，我就停掉你的补助款。现在都这样啦，要听教育部的啊，所以说课纲微调，死一个少年的啊，教育部打电话给他们的学校，那个校长就要去引导关去啊，关怀一下，什么叫做关怀，等于是给他们压力嘛，给他们父母亲的压力嘛。啊，这就是什么情况？因为校长要维持这个学校的发展，甲这个爱的经费，无听教育部的，什么拢经费甲你切掉。安尼尔，大家哪会听教育部的？
有啦，有一间吼，我感觉迄阵啊，林挺生，唔知大家知影林挺生这个人无？就是大同公司的董事长诶，啊，伊个是挂大同工学院的院长呢。迄阵啊，教育部安怎讲呢？讲你大同工学院虽然办的成绩都很好，培养出来的都很优秀，但是你不能做永远的院长啦。大同工学院的校长要换人了，因为照规定是只能够做两任啦，啊，一任四年，两任八年，你一定要换人啦。啊，你不换人啦，把你补助款停掉。啊，林挺生说我就要当校长啊，啊，停掉就停掉啊。啊，说啊你。现在什么办法？教育部要叫伊换，要叫伊换，这个叫做啊校长，啊伊就唔换啊唔换他，哎啊，大家拢咧改大学啊！哎，大同工学院办得这么优秀，也很杰出的人才那么多，哎，伊阿公阿我来升等，哎，要升等大学，伊讲你校长都不换，不给你升。啊！再直直拖，直直拖，不爱让你改大学，类似有这个说，你教育部现在他只是要干涉学校，现在只把经费补助款停掉了，哪一个什么地方的校长啊，都必须要接受他的指导嘛？啊，这就是。要跟大家说课纲微调显显的违法的事情，不啦，我觉得这有原因，我的想法是怎样，你知道，因为罗氏都有说过，我们来看到那我这个补充有什么原因，后来啊，这就是海外啊，这个买单麦克风啊，这样麦克风快紧吼。啊，当然，因为主要国防部呐出声啦，中国拢会较忍啦，拢会较忍。啊，当然，中国内部吼，军头大家呐爱把钱，有战争，他们才有。权力嘛，啊，尽量，吼、哦，啊，事实上，我所知啊，习近平啊，拢足清楚，因为美国要保护习近平，伊迄阵啊做副总书记的时去访问美国，美国的情报就告诉他了，你回去可能会被暗杀。跟习近平讲，啊，钓鱼台跟台湾、跟澎湖，拢是天皇的。唔加习近平当副总书记的时候，他会到去日本要外务省。想要去见啊天皇，要去跟天皇买台湾跟澎湖，用买的可以土地买卖，这个是天皇的啊，天皇同意书写一写盖盖章都承认的，跟你的房屋要卖给哪些人？盖盖章都算数的，他跑去跟天皇讲啊，哦啊，这个我们有看到哦，我们也有一个 PowerPoint 哦来介绍这些，啊，这些都是美国
也当然美国也是有也有很多的把握了，哦啊，这个就是要啊告诉大家哈，啊这个金溥聪是什么人？马英九的员工话贴的嘛吼，哦，好朋友就对了吼，啊，所以讲伊刚回国，啊，回国，伊甲讲大船离港论，啊，这都应该这大家拢较罕的听了这个消息嘛，啊，实际上都。伊伫美国已经搞清楚了，这块土地就不能改，就是天皇的也不能改变，那就不可能一定要交还给天皇嘛，一定要做的嘛。啊，唔只讲大船离港，啊，咱细汉的时讲，哎，大船入港，啊，大船入港是啥？美国。大台船载牛奶粉、载米粉来咧运作啊！啊，哪会讲有这个大船啊离港的、载出去的？啊，这有时间、有啊地点啊、有人民啊，这都是确实的。啊，可能恁即马要找上网去找，可能找无啊啦，这甲你删除啊。啊，这予大家知，无话可能恁大家啊唔知啊，人也无爱予恁知啊啦。哦，啊，这条，哎呀，这中国啊，足爱算计的啦，是安爱算计的，伊拢用骗的嘛。因讲，伫联合国讲，因伊是继承。因继承中华民国嘛，所以讲继承啊，啊继承，所以他们有钱收服什么台盆啊？啊，这都是你甲人讲这个代志嘛？啊，这个代志是安怎进行？我咧补充，这里就是讲，主要要让大家知影，中国敢若因为依照咱所讲的国际法啊、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跟中国一点啊关系都无啦。啊，伊即马就是为着讲啊，都。因为伊继承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啊财产，韩国大使馆以前中华民国韩国大使馆，去予什么人收去？去予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去啦。咱迄阵啊，美国大使馆。庄向炎要断交以前，因啊想要收庄向炎呢，迄阵啊才赶紧卖予一个啊，因呢出一个创一个基金会啦，怎卖予伊一块，怎用买卖，怎赶紧卖掉。所以类似安尼就是。伊是伊个甲联合国内底只小国家啦，讲他有权利收服这个啊台湾跟澎湖啦。啊，这主要是啥？你骗只啊做啊，无了解国际法、战争法只小国家啦。啊，伊讲伫联合国如果在投票的时候，
你们跟我投一票，赞成我的，我来建一条高速公路给你，或是跟你开，跟你啊建一个机场给你，跟你建一个码头给你们。啊，小国家，你要来跟我建设高速铁路给你，大家哪愿意？台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如果一表决，大家都会支持啊！啊，这就是叫做玩阴的啦，哦，玩阴的啦！啊，这拢有时间啊，地点，哦，这拢唔是我咧讲，我被公共啊，啊，这大家使去查话紧。起码讲到希拉蕊吼，希拉蕊伊要。现在要选啊，有要选美国总统，他唱出说中国过二十年后啊，过二十年后中国会落后，他怎么说？说中国政府的官员的第二代90%拢是移民伫美国，移民去外国，高官的第二代哦，哦，高官的第二代拢移民伫世界各国，伊就认为家己的国家以后不稳嘛，国公80%有钱的第二代。也是移民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都形成什么？根本他的重心就不在中国自己的国家里面嘛。啊，咱回想一下，迄阵啊，刘邦政府来的时，伊的第二代是唔是华龙？走走出去，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拢走出去？有啊无？拢安尼嘛？较本土的人，柯文哲有走出来哦。因遐兄弟，伊遐亲戚，我要出去呢。较优秀的，啊出去呢？拢出出去了，因为安怎，大家拢不看好了，根本拢无留伫本土得到。啊，伊这希拉蕊讲出来二十年后，啊，伊的世界理由就是这些因素。啊，讲有一个讲较错的讲安怎呢？讲啊，好了，讲要你们要。讲这个中国要打这个琉球，啊，迄、那个因个做美军基地，要攻琉球美军基地，伊讲安尼会使啦，啊，甲因遐第二代，一家孙拢甲送去遐去，啊无就安怎你知道？无就讲因现在美国话足济吼，讲个做。迄、那个叫做奶妈的村啦、啊，哦，迄、那个讲阿奶村啦、啊，阿奶村遐个人，我拢甲掠去遐，啊，看因敢发射去攻击这个普天间基地无？啊，类似安尼吼，这啊，伊这上网台去查吼、哦，他有他的。说法说20年以后，啊，这个中国会落后。我按我讲的啊，大家也使上网去查，我紧吼。这个可能我大家知呀。迄阵啊，伊也未决定去做啊首相的事呀。伊也未去做首相的事，安怎讲呢？来台湾。
咱流氓政府无插伊，伊也要去记李登辉，啊也无，啊做啥？拢家己请计程车啦，啊去要总统府啦，哦，啊家己请计程车。伊就想讲啊，你这个是已经下台啊，没有利用价值的，连派一台车好用都无。你若照讲吼，卸任的啊，要做首相啊，国家外交部拢会利益啦，拢会派一台车，派一台车好用，我有好处呢。等于我咧收集伊个情报呢，啊连无啦，啊袂晓做，啊只都实在，好啊，这就是，迄阵啊，美国甲咱问，日本的政界，恁的关系都是咧较好，秘书长讲这个啦，好啊，美国甲支持啊，所以美国伊个经济的政策，伊个经济政策。美国拢个支持，咱去思考这个问题。美国啊，是咧控制世界的经济。美国有甲咱压迫讲，台湾一定要宣誓，大家唔知道有感受到啊无？咱把先干哪呢？钱出团圆啊，25块。可以換一塊美金，你們大家知道這個時代了嗎？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的牙齒一個看看、哦、感謝啦，比較年輕的有的比較不知道，他這就是什麼？美國要讓你台灣錢大於不要讓你出口，要讓你進口去吧、啊、他要帮助日本，要帮助啊，这个啊，咱的啊首相安倍晋三，何里地的贬值啦？咱把台币加偌济，1比49呢？一咱爱摕40几块去换一块美金呢？啊，迄、那个时阵是讲要何里奖励出口啦？吼、哦！啊，当然，这个就是在美国在控制台湾的经济啊！哎，伊即嘛，秘书长有甲咱讲，迄阵啊，他啊，两年前讲啊，日票一定会博卡超过100以上，啊，确实啦，直直博，啊，足奇怪，那美国有咧甲干涉啊，伊那讲何里博，伊主要就是讲何里日本。伊做，互你经济较好咧，互你因遐较有趁钱咧。啊，日本才有钱来帮助美国来管理亚太的代志啦。哦，啊，互伊经济较好，伊会扩充哦来管理亚太的代志。到三江啦，啊，这个、重点就是，所以伊唔只讲要解禁，啊，一解禁以后啦，他就有这个。不是我自卫，人打来我才可以反抗。解禁的话，你们这些船只，如果我的领海范围你们入来，得跟你讲警告，不听我跟你打下来，没有事。好、哦、啊，这就是这个问题，我给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啊，这头就是讲一解禁，因为一把那个叫做众议院解散，安倍晋三把他的众议院啊，早期的众议院啊，那些都比较老啊，都怎样啊，日本就建设啊，不要修建啊，啊怎样让美国来搞就好啊，啊咱啊免那么认真派兵啊，自己自卫队就好啊，管自己人就好啊，那些都反对啊，他说这样都反对就是啊，怎样把你解散重选啊？那个叫做众议院，啊，我足好运啦！重选算起来了后，90%的
啊，选上的这些啊众议员拢支持伊来啊改变这个啊自卫权呐，解禁这个自卫权，所以啊也完成了啊。当然，这个就是啊。因为目的我会达到啊，当然这个因为伊要走路啊吼，啊伊你无经刷好势，到时临时要走，却搬袂赴，因为总统府后边才是国防部嘛，哦，啊那啊所以总统府更加刷去别位，啊那美国特别宣布啊，马英九下来啊坐直升机飞了就上去了，啊你。安尼较简单移交啦，吼、哦、啊！伊都军队甲刷去啊，台地啦。啊，军队是美国甲咱讲好啊，因要来掌控的啊。啊，这就是阿伯啊，总统府都交予日本天皇去处理啊，哦，类似安尼嘛，哦，类似安尼。啊，当然去处理阿爸，就是可能咱爱去处理啊嘛，哦，啊，这个来做参考吼、哦。咱头拄啊有去讲到，这个人对咱哦足重要，伊即马阁出现啊，吼、哦，这是今年啦，啊，第一摆出现是太阳花事件的时，跟画出来讲。要给台湾自治，啊，起码这个时阵啊，啊，2020年2月7日，伊阁讲，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啊，大家想看卖，是不是？你看安尼年代这里，迄、那个金普聪回来时。伊就讲啥？大船离港论啊！嗯啊，这是不是伊拢会足清楚？伫美国啊，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啊，伊咧讲啥？你知？上尾来看一句，这句讲美国不对国境以外的选举议题采取立场。和台湾的朝野政党都会继续保持沟通。哦，啊，当然了，因为这去个蔡英文去美国再官员吼，咱也阁补充吼，哦，啊，美国会等待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领导人。美国敢交代？大家应该来上课，大家知影讲，咱来训练4000名，大家知无？知无？知嘛吼？第二个条件什么？迄种较无人咧讲啊啦。迄阵啊，美国敢开两个条件出来。第二个条件讲，咱4000名。还要办身份证，希望41万混的身份证，这咱拼也未够，真正咱也拼够，啊，就是安尼啊。因开出来嘛。恁开出来，军方甲你做较到，啊！你当然你也搞好难啊。现在咱这步，爱个拜托大家，回去一定较认真嘞。咱4000名应该差不多啦。唯一的是啥？国拼拼来这里、個，哎、欸，啊，我特地想嘞，啊，那也要甲咱规定这些人。哎、欸，啊，你往政府讲。你若普通人要选总统，爱偌济人人数啊？30万人呢？
是不是？三十万人临时才有资格讲要来跟流亡政府去选呢？啊，美国给你规定四十一万，啊，都给你做领导人。安尼啊，咱想起来安尼也是真正确的呀。哦，类似安尼，咱去想啦。哦，所以讲，拜托大家，这足重要，足重要。咱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咱今嘛得爱国，大家较拍拼去做第二个任务。好、哦，啊，这我因为提这个资料，我阁补充这个。好、哦，啊，当然，咱今嘛要阁进一步，咱。除了伊甲咱规定，迄是咱甲过第一摆的时，法院的判决了后，伊提出这两个条件。现在咱过去甲过呢，啊，最近要过判过来呢。啊，因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迄、那个法院啊独立。国会独立，行政单位是啊也独立啊，但是他们要法院的判决，总统必须也要去遵守啊，所以唔只系讲2015年重要的政治年。咱什么时阵，咱的律师要过来？大家知无？知影无？9月12、13，这就是啥？咱的发言人也要来呢？伊就转去啊！讲得较歹听，美国啊，叫讲啊，恁去看卖啦，恁去了解看卖啦。有可能没有可能给这一群人来执政、哦啊、他们如果法院一判决、啊、你行政单位不可以违背法院的判决、啊、就要宣布、啊、就要执行、啊啊、执行你要怎样你要让我们来等于换烂了嘛因遐都爱互离开啊嘛吼，这就是爱互大家足清楚爱知影吼。啊，这个啦，等下了后，佫甲安排啥？国安会秘书长呢？我故意挑的呢，挑了后啊，伊搞清楚了以后，讲伊咧破病啊啦，啊破病咩啥？爱先安排救生艇啊。啊，无，却走未去。伊足济代志，法院拢有甲告，啊，有伫遐，因为伊总统可以免诉。啊，你落来了后，讲有诶讲啊，阿边啊，迄间就准备伊何要何伊住啊？即当我是即个情形嘛，吼、哦，啊，即啊，但是伊去美国经去安排救生艇啊，因为他还有向美国缴税，从来无安尼啦。咱台湾人民吼、哦，本土台湾人真的太善良，向美国、向啊这啊世界民主的国家。政治人物所讲出来话不兑现，有欺骗，应当要下台嘛？伊都无爱了，无啦。伊讲633没有达到，要怎么样？伊讲薪水要减一半啦，对唔对？哎、欸，啊，无影无一只，633无够啊！好、哦，啊，这就是，伊讲我的绿卡自动失效，看得贵，
美国的法律就是没有说绿卡可以自动失效的。你那美国有法律这一条说会自动失效，我们承认没有嘛？他必须还要缴税嘛？啊，因为伊是我美国人啊，啊，以前可能是我美国 CIA 的收集的对象，一个成员啊，不一定啊，伊是两面间谍啦，这里都是像做国民党一个别啊，这里做听 CIA 啊，啊，这个很有可能啊。哦，类似安尼，大家可以思考啊。啊，这个拢是做国防部的立委啊，做足久啊。他说不信啊，不是健康因素了啊，这都是这个因素嘛吼。啊，当然这话足清楚。伊太阳花派警察去啊，攻行政院的时。用暴力去解决啊，所以讲，难叫伊下台啊，就下台啊，下台才失业呢，无头路呢，要等下台大，台大遐学生反对，因为学校的聘任制度挂足清楚，三审啊，所谓三审，四院啊，有时候说四所啦，通过。还要院通过，还要校通过，都要教评会。啊，因为他戒掉三年，你还要再戒掉的话，你就要放弃你的教职。也聘书是两年一聘，两年一聘。啊，都啊，你还在做，啊，都啊，要给他戒掉三年。哦，啊，你都啊，你呐戒掉了。你要回去回去好好，这样没有问题。啊，你如果超过三年以后要回去，他如果是八月要回去好好，可以。他拖到十二月外，他那时候才辞职，所以他好好要回去了，你就变新聘的老师。新聘的老师那些学生起来反对，叫系所的评审这些老师说学生反对不赞成，根本就不可能再进去了。所以以前不可登的好好啊，啊不不登的好好创啥失业了，啊什么时阵伊才有职业呢？啊起来我就好高明，咱去甲告。咱什么时阵去搞？大家唔知知无？二月二十八号搞，告法院迄个一张传予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开开看看，讲国家大咧，讲自诉啦，恁这有听过无？自诉国家推荐啦。啊，推荐推荐了后，伊讲这个很严重哦，我们要赶快找人去找律师哦，啊去安排去解决哦。啊，才想到这里啦，这里讲啊，即摆都无头路啊，啊无赶紧叫伊去哦。三月七日，暗到三月七五出国去呢，三月七四啊。总统府发布什么执政啊？迄阵啊，才变总统府执政。诶，执吼，执迄个，迄个做啥？资历的资啦吼，啊政吼，嘿嘿政，做执政啊，才讲啊，伊要去美国啊，啊哈佛啦、斯坦福啦，要去迄个要做。学人访问啦，啊，要去啊做研究啦，啊，是主要是咧创啥？这拢是借口的啦。哎，佫足趣味，过去了后，佫派甚物人去甲送机？啊，我这诶，
应该上机的，哦，不要紧，还是上机，啊，这无讲起，哦，我不要紧，我来讲，搁上机，派什么人去上机呢？派警察头子，咱警察头子什么人？警政署什么人？大家想到知呀，啊，加警政署王卓金送机啦，市长有无？大家有看到无？警政署署长王卓金送机，哦哦，伊讲伊是毋是要离开这个风暴？唔是啊，伊就是有任务去美国啊，咱。二月二八较过，因知影了后，赶紧叫伊去安排这个代志。啊，搁安怎？咱三月十二，咱要伫遐发表嘛？咱有诶，大家拢有分一本，我遐分一本，咱夫人去遐发表哦。哦，啊，拢有分一本嘛？啊，你看安怎呢？伊赶紧去处理这个代志，叫因美国这个重要有关外交的这个叫做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啦，罗伊斯啦，叫这罗伊斯啊，带因这个众议院的国会议员，卖去听咱的演讲啦。叫伊来参加，来台湾访问啦！啊，台湾啊，讲啊，恁大家足爱希望了解科比啊，我带恁来，啊，甲恁邀待恁来，伊歹讲恁莫去听台湾民政府的美国的记者招待会啦。咱的招待会当时三月十二嘛。啊，因为三月十二，因就走啊，因拄啊三月十二拄啊，啊一个啊，这诶出来，伊拄啊这个时阵去见科比啊，哦，大家讲好科比，啊是安怎要去了解科比？咱看到足清楚啊，美国啊国会在议员啊。讲啊，你是险胜的策略是啥？啊，科比安怎讲？大家动脑来想这个代志。科比讲，要游得比鲨鱼更快。来思想哦，科比被捅一刀嘛。啊，如果在海底的话，血流出来，心胃流出来了，鲨鱼会怎么样？回头来咬嘛，是不是？或是很远就追上来了嘛？这得标示下，科比被捅几刀？M1149，有啊无？罗斯雷，甲骨有无？这。伊那无遐明智 ，M 啊 M 一啊一四九全部的数字甲伊个数字，拢甲打伫伊个表里，进前总部，予大家记者来去来查，全部透明嘛，拢伫遐嘛，啊你看。安尼伊处理有快啊无？你要去搁啊加拗，你无法度拗，我着所有的拢打伫壁咧。恁要安怎来去？而且恩义未到啊，人家来指责说你这个啊，这个罗斯的你是专业会计师，又是总工会会计师总工会的。理事长头，你用你的专业来
把人家捅一刀，我一下换了，加工科批引爆起来，智慧嘛就管了。伊讲去，伊那去拄到老师咧，爱干呐？感谢伊，何你去做市长啦？我这里智慧就管了。啊，实在科批，伊讲哦，啊，这仇人见面哦，伊安讲，伊讲感谢引爆，甲讲你去。爱感谢老师的，让你去选到台北市市长。啊，搁一个第二道兴华是足，第二道安怎呢？讲科批的卖一下，器官有啊无？哦，实在有影。伊搁正面讲是虾米？是美国一个足著名的。迄、那个要做医学，诶，要做啊，教授啊，写一本书哦。第一本内底讲科批在卖器官呐、啊。啊呐，人安尼甲你指责，啊，你是你要安怎去证明你无、欸？是啊呢。那一般讲，按照美国迄本册爱寄转来，啊，到底有啊无？啊，佫拖咧，啊，反正竞选都过去啊咧。不是啦，真的是天佑台湾。美国那边两天而已，人就翻好了，翻的资料一按就给科批了，科批就把这本书在写底下他都清楚公告出来，他们组织一个律师团赶快写信给这个学者，美国出这本书的学者啊，这个学者又在回函说科批没有卖器官，又对医学上有贡献。我一就捅这一刀，那是在帮助啥？科批啊，证明科批是对医学上有贡献。安尼拢是啥物？真正天佑台湾啊！那普通人啊。小英就是被伊讲迄个生计公司啊，吼、哦，啊，就人家指责你啊，忽个买啊，啥啥，啥变盘，哦，啊，无讲小猪三猪小猪两猪，哦，小猪迄阵啊就弱的，一定按这讲赚会到，啊，事实上人家捅一刀以后啊就没有办法。哦，类似这些，我啊，这要爱学大家足清楚哈。因为美国啊，这个国家哈、哦，这个白宫啊，国安会的亚太资深呐、啊，这个叫做啊麦艾文，伊伫遮咧讲，咱来看伊个，甲重点是伫遮啦。伊咧讲啥？伊咧讲美国啊。是确保台湾安全。过来，蔡英文的竞选的啊，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跟这个罗斯，这个罗斯啊，这个 L 应当要没有了哈，只有一个 L 而已了。哦，这个英文罗斯，咱头拄仔咧讲，有来讲两摆啊嘛吼，第一摆太阳花的时候叫咱自治嘛吼，迄度迄个时阵。哦，哎、啊，伊讲要予咱自治嘛 ，autonomy 嘛，吼，啊，要予咱自治吼、哦，是不相符的。咱头拄啊，我予大家看，讲伊要予咱家己决定咱的领导人嘛。伊咧说的唔是咱罗斯咧讲的，诶，领导人是不相符的，因为伊是啥，讲起较歹听。很明确的告诉台湾所有的人，嘛啊，这个蔡英文所选的就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如果一算掉啊，美国发表了后，拜托你要就职，
去金门马祖了，安尼尔嘛。有选了以后啦，你要就职的话啦，以后金门马祖是你就职的地方啦，台湾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啊，这大家就清楚嘛，哦，啊，当然这个实案的问题啦，啊，这我要讲一个，这个，我要讲一个历史的，咱台湾民政府的历史吼，啊，有的拢唔知啦，差不多三四年前啊，《苹果日报》因为政治，因遐有政治组的人啊，的记者啊，都一个来，咱迄阵啊都啊上课，啊我嘛上尾节啦，下课的时啊，啊都啊去办公厅，啊秘书长底下啊嘛正因为政治的组的记者来。这个哦，这间啊，做啊，《苹果日报》的政治组的记者来了，来讲，伊要来访问啦。啊，秘书长讲，你也无了解战争法，啊，加无了解啊国际法，就金谈和平条约拢无清楚，啊，你要来加访问一下，我准备一套各美国的资料。英文版的，英文版的，啊，加新台湾论，都啊一个手提袋，做个手提袋，这提灯的，读的，接过来了。安尼大家唔知道清楚哦。迄阵啊，他们就来了，啊，我也当时也在场，啊，我就很清楚嘛。啊，即嘛，伊要来的时啊。拢先联系啊呢，过几年后，伊来的时啊，都先联系啦。这个就是 RA 版呢 ，A 版就第一面嘛，翻过来 RA 版前页的广告呢，拢安尼写呢。我甲秘书长讲吼，这最少来差不多100多万左右。伊讲：“哎呦，看这個，咱免钱呢，免钱呢，会看免钱的呢。啊，这个对啊，他说用唬的啦。你若讲台湾政府有40,000人申请身份证，啊，按的就正面啊。伊讲唬的啦，这是骗人的啦。哦，类似安尼，伊讲哎伊。”安尼，咱的话就感谢伊刚做这边的100多万啊！啊，无大家呐唔知，以前打电话来讲，因当时要来，讲好啊，恁当时来啊，拢用电话联络好些，才因确实来采访。啊，咱伊阵啊都叫一挂少年的，哦，啊，确实拢少年的咧，哦，唔是，像阮这个学弟上来讲，咱是 LKK 呢，哦，类似安尼啦。啊！我阁直接要阁插播一下吼，第一届蔡英文去美国尔，甲大家同款，美国送伊一个旗啊呢，回来呢，该见面人甲交代讲，啊，恁回来恁爱去找台湾民政府，有回来因叫智库甲人联络，迄阵啊秘书长。甲讲，因个智库讲要派6个啦，甲咱讲啦。啊，秘书长讲啊，安尼你拜二唔到时间，你拜二都要留起来，时间爱留出来。我讲好，拜二约10点，因要叫咱去台北号请。秘书长讲来中央号阮请，啊，拢讲好啊。我是啊，拜六打电话来讲。讲因的大佬反对了，讲台独的这些大佬反对，
这个才取消去。啊，这个、可能足少人知啦，足少人知啦。啊，就是讲大家，我讲给大家知，因为这个、就要甲大家讲，爱大家有信心啦。啊，我讲出来话，因为我事先都我的身份给大家知啊，恁去查网站去查。我绝对袂胡白讲的，我无根据我。啊，我教授咧做假的，我都歹歹方讲啊，这个教授讲的话，拢全嘴壳全破了了，拢无所谓，拢欺骗，无这个代志啦。我讲的拢可以查证的，好阿袂，好、啊、大家知。哦，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咱一寡即马要证明啥？这要给大家证明，美国跟我们说的一步一步都有做到啊，因为你看、哦、美太平洋司令部美台军事合作重地、哦、这就是夏威夷啊，它是美台合作军事啊，这就太平洋司令部啊，是合作的重地。什么叫做合作？什么叫做合作？是不是已经歹讲啊？因你唔得讲，美国司令部合并了台湾的军队，安尼咱家己无民主嘛，用合作较好听嘛。哦，啊，这予大家看啊，咱个较紧的吼、哦。你看，美方主动，我6010。跟美国R5战斗啊航空营，下面叫做结盟，结盟收编也算了不？啊，大家去想这个问题，讲结盟较好听嘛，收编呐、啊、较歹听嘛。啊，咱这的报纸啊，我安尼，你大家看看有信心无？啊，美国早就跟咱讲啊，军队因要去处理啊，啊，过来看。好、哦，这不要紧啦，吼、哦，你过来看，好、哦。你看，愈来吼、哦，美指挥官交接。我总长出席，这张照片是什么人捞出来 ？AIT 啦，啊 ，AIT 是啥？美国在台协会啦，要让台湾人民知影一个军队因要来处理啦，叫咱这个关三军的头头啊。来加管理啦，安尼，你讲，敢会讲假？啊，这个照片，敢会凊彩乌白人翕袂到的？大家祝福去，有这个机会，咱来加。拍拼哦，啊，这就是今天代志啦。啊，当然，这个最高法院也是安尼讲啊，因为马英九拢直直亲中去啊，所以啊，咱哪有这个做啥？讲共军啊，国军就是中国军啊，就是安尼啊，你都无法度啊。啊！课纲微调，啊，都无法度啊！啊，实在这个流氓政府早早都爱走啊！啊，但是美国都唔甲你正面讲，拢甲你讲迄个啊，这样较模糊啊。从个翕相互你看，特别有台湾人民才啊，台湾人民阁未去思考着哦。军人哦，迄、那个司啊，忠诚，伊讲。为政者应该负责啦，马英九爱负责啦。哦，啊，这就是足济足济哦。啊，
伊你看美国都罕见呢，我罕见呢，因遮拢是呢，或者第一排呢。啊，这都，咱起码都啊，咱这拢。实际上，台湾是100%永久不可能由啊中共来拿掉，不可能战争怎么去取得没都不可能的。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的啊，你们如果初级班有上过的，都有看到有一些影片呐，都是。爱大家较加强两件代志啦，因为美国敢交代叫人来受训4000人，咱话几乎要搞啊。但是爱找较少年呢，靠专业来受训啦，因为伊时间较长，要为民啊百姓设想，时间较久，好啊，可以来参悟。搁一个，一定大家转去爱特别鼓吹。我今日我往坐计程车来，啊个计程车司的司机讲，伊讲伊我足清楚啊，吼、哦、啊，伊若有啦，捌看过咱的新闻节目，我讲你唔得拜托紧来办一张。美国甲咱交代代志，咱爱紧达到伊的目标，咱要甲妥协。100%，你答应我。外国人足讲诚信哦，唔是甲咱遮个政治人物安尼哦。你看水门事件，总统就下台啊。今日咱遮马英九的诚信感，你都讲会自动失效，创造一个啊名词，讲我的立卡会自动失效，啊伊不诚信。你也无法度伊啊！好、哦、啊，我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希望拜托新闻政策方面啊，大家爱斗三工，搁转去拜托大家啊，较认真、较搞话的，你的亲戚50拢甲堆堆嘞，好、哦、啊，叫伊来办啦、啊，好、哦、叫伊来办啊，咱这份啊，咱。咱会怎？咱有诶，即个办公室，即个啊，电话抄出嚟。你若伫高雄，你唔知影，你就靠好高雄办公室。啊，你若是伫啊做啊新竹啦、台中啦、台南啦，啊是花莲啦，拢卡去。来翕一个相就好啊，免抄。你这个翕伫村伫你个做啥？迄个做啊？手机内底吼。人家在问讲阿达，阮要安怎办身份证？啊，你讲啊，我甲你讲，啊，你先挂这个电话去，啊，看附近有个咱的诊所无？咱的郡守的办公室无？啊，当然，咱有印一个广告的迄张啊，但是有诶有这也遐大张，啊，你要如何人有诶个不爱看到，有诶个不爱睇咧？哦，遐张歹，有诶歹较歹睇。哦，啊，类似咱也伫翕到做啥？把这个 PowerPoint 啊，把翕上去，啊，你把 Line 把传的给伊，这就100%了。哦，安尼大家会做这个功德，啊，报你爱亲戚，叫做拢参加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咱以后有特别的优惠，这秘书长有讲出来。哦，阿兰啊，照一定诶，照安尼做。哦，阿兰，足感谢今日咱时间啊已经到，阿兰今日到这结束，啊，感谢大家，好。